这船也太大了吧！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船啊？ 你在看什么呢？好美啊！什么好美啊？船在那儿呢。我们一起照照片呗。好啊好。哎，大家赶紧走。哎，走了走了走。你等等我啊！这也太大太漂亮了吧！ 星星啊，你先去把行李放一下吧。啊，好，我一个人去吧。我先去船上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安排好了叫你过来，我走了啊。哦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房间在最顶层最好，别聊了，等我想。就上一层。快点，快点，别聊了，别聊了，快点。好，快点。 全部安排好，就顺。快点啊，来不及了。哦。哎，他刚刚跟你说什么？他跟我说让我玩的开心点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这回行了。哎呀，我先去办一下手续。 等我一下。好。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哪个区的服务员啊？你走路不看路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呀？赶紧帮我捡呢，客人都在呢。啊，好。 弄脏了客人的衣服不道歉，还让人家收拾，你是哪里培训出来的？哦，您是客人是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认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没事，谢谢。你快去把衣服换下来吧，这里弄到酱汁，估计很难洗掉了。是吗？ 都怪我太不小心了，我妈刚给我买的就弄脏了，这还能不能洗得下呀？这样就看不到了。谢谢你啊，没关系。谢谢，没事。拜拜，拜拜。干什么呢？都办好了。走吧。嗯。